Thank you.
由中上升独立自在平等。自由中进行曲呢，曾三度由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乐队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中演奏。那也是我们这一次要参加那个台湾的那个管乐团管乐赛的全国赛的指定曲。那第二首曲目我们要带来的是全国赛的自选曲，叫做《耀眼东方》。这首曲目是由日本近几年相当受欢迎的管乐作曲家片冈宽金接受日本福冈县管乐团的委托所创作的作品。乐曲的一开始由中音萨克悠扬绵长的乐音为黎明的曙光开启序幕，虫鸣鸟叫的长笛短音，寺庙晨间的钟鼓声，万物蠢蠢欲动的打击乐器伴随着大地逐渐苏醒。耀眼的东方注定要发光发亮，万众瞩目。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位一起欣赏25管即将要参加全国管乐赛的自选曲《耀眼东方》。
平追想曲。安平追想曲是1951年台湾知名填词人陈达儒与作曲家许时的作品。原曲是以小步舞曲调子组成的歌曲，描述的是一个安平乡人的女儿思念情郎跟感叹身世的歌曲。安平追想曲也是这一次我们25管去参加台湾管乐大赛获得杰出奖的指定曲目。那我们现在由25管，请掌声鼓励。
一首曲目是《向夜晚奔去》。向夜晚奔去是日本双人组合 YOASOBI 他们的第一首单曲，也是2020年日本最热门的歌曲之一，并获得当年日本百大金曲的冠军。那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我有时候都觉得周老师非常的会选曲。那现在就用掌声的鼓励，请25版演奏《向夜晚奔去》。
那那个今天的没关系了。好，那事实上呢，我们没有准备安可曲，但是等一下还是有安可曲。那安可曲呢，等一下会应该会在刚才的曲目里面有听过，但是我希望能够有小小不同的呈现，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刚才跟他们说，不知道能够呈现如还不错。那 anyway 呢，非常非常感谢今天，然后尤其在疫情期间啊，各位这样能够今天这样子的出席，然后也很感动，今天还有这么多的观众，然后来为孩子们这样做一个成果发表会的打气跟加油。那当然一开学之后，然后今年是有史以来音乐比赛全国赛最早的一次，更重要的事情是今年是全国赛有史以来最难比的一次，因为队伍比往年多了一倍。好，现在全国赛队伍领先，有些非音乐班组去并到音乐班组 A 组的所有的队伍，所有的种子队全部回归到 B 组。所以今年的以前的全国赛程大概比一天，今年的赛程要比整整的两天，所以非常非常多的全国队的数量，而且都是大概都是非常顶尖的团队。那一开始的时候，3月5号要去参加全国赛，当然我们已经很努力、很尽力的，然后希望同学今天有不错的表现。那各位有看到，如果到南部去，然后看到他们的表演，然后表演自选曲跟今天的自选曲应该有不同的差异哦。我相信各位应该有听得出来。所以当然同学们也很努力在进，就是想办法让自己进步了。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那我等一下呢表演的这首曲子，刚才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曲目。然后当然也许会请各位帮忙帮个忙，等一下。那要到的时候就迟到了。那最后呢，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莅临，然后先预祝各位新年快乐，感谢大家，谢谢。
最强的弱项就是自省，所以说大家碰到我就来不好的地方，记得美好的地，没美好的地方就好了。谢谢。来，我们会长就会来，来，好来，好来，好，后面站好，我欣赏你的罩子套好。来，董小姐来罩子套好，来，魏迪先生罩子套好，来，好来，我们看前面来看，来，25个没有的棒棒，棒，来棒哦，好，给你们3、2、1棒，好哦，蹲着蹲住来，好，郭老师帅不帅？帅，谢谢。
小孩子卡通耳熟能详的曲目，曲风活泼生动，旋律轻快，充满童趣。第二首我们要带来的是《Tequila》龙舌兰，是1958年美国流行歌曲，旋律一样轻快活泼，带有不同的风格的编曲，适合各种演唱的表演。我一定要稍微提醒他们一下，因为他们没有很熟的。好了吗？啊？要啊。速度的掌握，没有挨好的，这样就好了。
要拜。